婚礼管理会老人会馆补助争议，因为馆长苏迪芬无机会发言，所以伫中场休困的时阵，马上向各地老人会的代表进行说明。苏迪芬强调，定书委员会干来当审查定书，未当对提案的内容做实际审查，所以管府方面无需要提供开支的明细。啊，你定书委员会伊干来当做定书甲咱审查，伊未当做内容的实际审查就对了。你若要做内容的实际审查，你就来到大会嘛。啊！伊就是听书遐，就甲安怎，就甲规东规西。苏迪芬也认为，议会这次的做法是侵犯到馆长的裁决权，而且补助征收老人会馆对老人是好事，是不是白条卡无重要？我若要补助，啊，像是讲要做老人会，啊，是要做活动中心，恁就是自安尼甲我审查嘛。那有讲，搁甲我管讲，啊，我要去做啥做啥做啥就对啦。啊，搁要求我着爱落予所有的乡镇市公所公文的，叫因送案件起来。啊，阮新招袂用，安怎则送无机会就对了。安尼，我做一个馆长，我的裁决权在倒位？我都无啥物裁决权就对啦。你若你共管人讲，啊，人到底有咧白条卡无咧白条卡要创啥？非你做落去，就是拢袂富人馆的百姓，就是富人馆的老人会伫咧用嘛，老富人馆的活动中心伫咧用嘛，对不对？富人馆老人会人员今仔日也希望机会会当手势加权，让地方的老人有好的生活。阮老人会是一个弱势团体。啊，因为要请一寡经费来维修咱这一寡日托中心，吼、哦，拜托讲议员尽量的是手写也还，还这六个人咱这个要活动中心会当搁再破去啦、害啦，会当来互阮顺利来维修。另外，针对台塑31补助款的运用，苏迪芬表示，拢是用伫农民的身上，无放伫家己的落地下来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